是这样子吗？上了，边个收到呢件 T 恤系全世界嘅唯一嘅人？上了 AFGK 同埋系未出噶，今日边个收到呢件 T 恤系全世界嘅唯一嘅人？咁边边大声啲啦，呢边边啦，呢边咧，好似呢边喎，好似呢边喎。名字叫什么？Appreciate you guys a lot. Takeaway. Oh, so many boyfriends. Okay. Thank you to all of Elia's friends for spending time with Elia. Appreciate you guys, Elia. Please say thank you. Oh, you're gonna get it. Happy birthday, Elia. Happy birthday to you.我是你永远得不到的爸爸。Stuck if she ain't tryna lose her head. When I get home, I'll be pleading by the bed light.
said you look right, how you figure? I was laying on my dick so I could save me. When she told me you can't pay me. And here she comes, riding round in my car with someone else. And I can't blame her cause I played myself. And I just hate her cause she don't give up. She caught a run run in my coupe, shot in my car.最深姿势让做梦都会笑，睡午觉我们睡午觉，就请你赶快趴好，不要贼头贼脑。说你才能爱我，要我唱几首歌才能够将你。Happy birthday, dear Liar. Happy birthday to you. 能嫁给什么样的男人啊？就像
白日的时候会干点啥呢？什么都不做，就安静一下吧。用三个词去形容你现在生活的状态。非常爽，很满意，我觉得这两句是最适合我现在的境况。希望你女儿以后能嫁给什么样的男人？就像我的一个男人吧，可以吗？为什么？因为现在我每一天起来都是在想我怎么可以做一个好一点的爸爸，所以当然会面对一些挫折，不过我觉得天天可以更好更好，到他十几岁的时候我会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爸爸，对不对？你觉得是做一个好爸爸累还是做一个好老板累？做一个好的老板累，因为我很乐意去天天陪着赖尔让他成长，不过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如果叫完一次我希望他们会听得进去，所以不用再骂他第二次了。那Alaya 他可以错很多次我都会原谅他。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那您对如何哄孩子不哭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我觉得看情况吧，有时候如果他做错事就一定要教育他，因为希望我可以做一个好的爸爸，去让他开心的时候也可以解释给他为什么不应该不开心。那如果真正的 Alaya 现在哭得很强的话，我会给他吃一颗糖果。一颗糖果就可以了？可以了，因为其实树培不会让他吃糖果的，所以经常如果树培在国外工作的时候我会狂给他吃糖果，然后树培在的时候他就没机会吃了，所以现在如果他一哭的时候我说 candy， 然后他就 yes please， 就这样。所以对，让美丽更有深度，Ludia为